这是不久前火箭军某洲际导弹旅执行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任务，这是部队唤醒后与蓝军的首次过招。历时一个月的对抗演练，部队实战能力得到检验和提升。面对强敌，我们加强指挥筹划、机动转进、综合防抗、综合保障等科目演练，有效增强了官兵的敌性观念和战备意识，提高了应对复杂战场环境下部队的组织筹划、指挥控制和综合保障能力。被誉为东风第一支的火箭军某洲际战略导弹旅，一代代官兵精心铸舰、潜心利剑，一次次把战略导弹成功送上蓝天。进入新时代，他们聚焦强军目标，苦练战略铁拳。2015年荣获时代楷模称号，2016年再立集体二等功，2019年又获最美奋斗者集体。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创造出火箭军全军多项第一。掩护。寒暑交替，再起征程。随着口令的下达，导弹腾空而起。数分钟后，靶场传来精确命中目标的喜讯。这是追求极致的第一旅官兵，结合部队实弹发射和战备训练实际，对某型号导弹进行流程优化研究取得的新成效。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常态独立目标要求，采取最低站位减员操作、长时间连续升级测试、全防护状态操作、高强度密闭生存训练等方法，真正达到了1+1=2的实际效果，实现了所有发射单元实战独立常态化，从而确保了部队随时能战，战之必胜，安全的战略重拳。东风第一支不忘传统，追求极致，实现独立发射能实战，常规导弹第一旅则积极备战，把练兵准星，时刻瞄准打赢靶心，锤炼打赢能力。报告指挥员，一号地域发现无人机，预计20分钟之后到达我部作战区上空。立即命令部队就近隐蔽疏散。明白。这是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官兵组织的夜间发射。今年从受领命令紧急出动那一刻起，他们就避开以往熟门熟路的发射场，来到从未涉足的野外复杂地域，在无机关指挥所同行的情况下，对照新大纲能力要求，锤炼营架独立发射能力。我们在融入银河城训练时，就将卫勤、修理、通信等要素同步主训，利用夜暗条件和旅随机下达各种导条科目，大力开展减员操作和全员全岗训练，不断提升合成训练的难度和强度，做到练好单兵、训好单车、组好单元，不断提升发射单元复杂困难条件下实战能力。作为开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核常兼备双重威慑新纪元的常规导弹第一旅，组建以来始终牢记使命，潜心打赢。深山之中，他们箭在弦上，弹在架上，反复锤炼快打快反能力，长箭出鞘时间大幅缩短。紧急出动，他们优化作战行动流程，应对突发情况反应时间由小时级向分钟级突破。近年来，我们着眼全面融入战区联合作战体系，不断开展全要素的融合训练，全力打通指挥链、突击链和保障链，联合作战条件下部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我们聚焦有效破解战斗力的矛盾瓶颈，构设复杂天候、复杂电池、复杂对抗等实景战场，在从难练、练极限中练强能战胜战的硬招数，确保部队随时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实战化训练打造升级版导弹作战模式，实现新跨越，新制作战力量以崭新面貌跨入火箭军战斗序列。十号报告，根据敌情通报，一号发射地域已被敌侦察卫星侦获，命令发射分队立即转移至隐蔽待战地域，
做好第二波次火力打击准备。南国密林，深山腹地，野外驻训归建途中的巡航导弹第一旅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将导弹升级至战斗状态，直接转进陌生地域执行发射任务。他们闻令而动，迅速将导弹装箱，快速机动至发射阵地，面对卫星过顶、电磁干扰等特情，先后展开三个波次火力突击，成功模拟发射数枚导弹。现在我们优化了作战流程，去掉了发射单元射前待机的过程，并在机动途中接收发射命令。发射单元接到发射命令以后，依令组织导弹发射，做到了快打快撤，连续作战，也最大化提升我们发射单元战场生存的几率。作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巡航导弹第一旅官兵严格落实各项战备要求，按照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能力标准，突出实战、实案、实训摔打锤炼部队，在一次次将自己置于险局、危局、难局中，确保了战斗力水平始终处于上升态势，先后有数十项训法战法创新成果被上级推广，成为新制战斗力生成倍增器。近年来，我们旅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推动我们不断创新作战样式，完善作战体系，最大限度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和整体作战能力，确保在未来战争中能够制衡强敌，全域设控。打一仗进一步，换一行精一层。组建以来，巡航导弹第一旅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锻造射阵敌胆的杀手锏，先后数十次圆满完成战略战役演习任务，连续四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历史重担的巡航导弹官兵，是将年轻新锐锻造成军种精锐，打造成有效射敌制敌的战略拳头。